让我们说中文，让我们说中文。한국어로말합시다，한국어로말합시다。日本語を話しましょう，日本語を話しましょう。マリブルビチャラバーサインドネシア，マリブルビチャラバーサインドネシア。アイエヒンディボレ，アイエヒンディボレ。خلينا نحكي عربي، خلينا نحكي عربي. Hablemos español، hablando español. Parlons français، parlons français. Vamos falar português، vamos falar português. Let's speak English، let's speak English. Türkçe konuşalım، Türkçe konuşalım. Д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 д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 Lass uns Deutsch sprechen، lass uns Deutsch sprechen. Parliamo italiano، parliamo italiano. 恭喜各位，你们学会了13种语言。这个游戏是3 A 大作。AI 配音 AI 歌曲 AI 游戏，好吧，来见识一下这个游戏吧。有人好像反串叫我用先生那个，好，要叫，事实，我这个 bridge 这边很有 K-pop 的感觉，OK， 就到最后这一段很像 K-pop 的那个 dance break 的感觉。三维码几把，又粗又大，哎，好带感哦。Yeah! 好，我们终于可以玩了，要附带研费嘛 ？OK， 第一天哦，然后没有钱，好吧，来体验一下吧。欢迎来到沙威玛的世界。沙威玛，你准备好成为沙威玛传奇了吗？三 A 大作，我不会帮你太多，我会让你自己探索餐厅。祝你玩得开心，祝你玩得开心。OK， 制作沙威玛三明治。啊，所以要拿出饼皮，需要什么随时说。它的这个配菜，这个用电脑跟手机玩是两个难度，对不对？烤盘一定要升级，没有让你轻松，让你更简单的造起来。炸薯条是不是？摆盘，哦，原来这个道地的沙威玛这么多菜吗？哦，刮肉，刮肉。这个肉永远刮不完啊，太可怕了。动保团体看到了没有？那滑鼠灵敏度要调高一点哦。哦，这是什么？哦，切马铃薯啊。玩玩玩玩。旁边的工人帮忙买食材。他是老板吧？啊，炸薯条。哦哦，薯条是放在里面的哦。啊，这要向上卷哦！啊，可以给老板吃，但是给老板吃会怎么样？还有一份原味的，好忙哦。如果不及你就太美。今晚没番茄否？哎，等下问题是没看到番茄啊。所以左边那个大老板他都然后浪费纸张，趁他睡觉的时候不注意。哎呦，好烂哦！最后面很难哦。Hello, the day is over. The day is over. Ha terminato. La giornata è finita. 这是所有语言结合起来的歌。日子が終わりました。这是日文，刚刚前面韩文。你看，买歌、买配音、付游戏，多好啊！
为什么你要甩刀啦？你就不能还抓肚皮？不要等下抓屁股哦！大家一起说，土豆。当然，当然，当然什么？这沙威玛看起来真的蛮好吃哎、欸。啊，糟糕，我错了，我错了，时间要来不及了。所以我一定要先给中间那个，因为左边那个拿不到钱。现在钱还不够升级哦。对，这有好长一段路哎、欸，所以全部升级完才能过关嘛。手游版本可以两手玩。对对对，所以有人说电脑版就是自虐版，金主吗？他出钱我出力的感觉。哦，手机版的升级更贵哦。钱钱钱要拿，哎呦，小孩开始哭闹了哟。哟，今天收获还行吧？你的来不及了，不好意思。你需要改进，我可以教你如何更快的切土豆。老板是语言天才啊，更快的切土豆，对，这也蛮重要的哦。哦，很快啊，啪一下就出来了。我这黄瓜，其实我不喜欢黄瓜的味道，我就是那种鸡歪的客人，等一下会要求不要加的。白色的酱很像什么？加明是不是啊？不是玩这个游戏，我根本来不及看你们讲话。啊，什么？这个大大哇啦啊，算了，好，拜拜啊，来不及了。我的梦想是让游戏取得巨大的成功。请你最喜欢的主播来试试沙威玛传奇，有了你的支持，我们可以一起实现。其实这个游戏最一开始是凉了，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在对岸翻红了。所以真的游戏你不用多精致的画面，你只要玩法简单，然后让人家上瘾就可以了。需要什么随时说。老公的绝不，老板的绝技就是他的菜可以丢得非常准哦。哎，老板怎么样？哎。员工对老板只有四只手指啊！开荒千万不要点食物、饮料、点工具。哎，可是会不会为了直播效果要点一下？是你吗？你是一个吗？你是一个啊？不是？有没有办法？啊，没按到啊啊，没按到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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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做到了，做到了，但是要打烊了，免费算你。右边那个客人被忘记了。更快的江佩了加入面兵，两步替代三步，三步一把双人刀哦，帮你更快的切沙威玛哦。法式炸薯条，一把双人刀，帮你更快的切沙威玛。这边开始有乞丐跟小偷的倒数天数了。如果说为了效果要什么？要烤盘吗？要自虐？我的梦想一把双人双刃刀。我看一下换一下语言啊，韩国歌都麻辣，看一下来 K-pop 啊。Шаварма, у шаварма, об шаварма. Life's better with you. No need for drama. 结果是英文。From shawarma legend. What a blast that I'm. Шаварма 有那个弹舌音哦。Life's better with you. 这是精髓。Шаварма 哦，有音乐符号的、哦，那要来听一下吗 ？خلينا نحكي عربي. 那来听一下沙乌地阿拉伯。شاورما يا شاورما يا شاورما احلى شيء بحياتي يا شاورما وسمورة الشاورما 这有点俄罗斯歌的感觉，成吉思汗，大家知道那个德国团体吗？ Let's speak English. Ob shawarma 啊、其他都是英文的。 Türkçe konuşalım. 블랙핑크Döner döner o döner Hoş geldin bu nefis döner Her lokmada tatlı bir sefer Bu oyun seni bekler döner Lezzet burada hazır ol der Tavuktan fark etme 好带感哦，怎么这个反而像 K-pop 啊？ Lass uns Deutsch sprechen. Es war Döner o döner o dönerThis is Moscow, the beste Mahlzeit, der echte Gewinner. Saftig, kross und heiß serviert. Im Spiel Döner Legende wird richtig regiert. Despacito. 啊，让我们说中文。啊，歌听完了，中场休息。双刃刀怎么说？哦，肉量。哦，对啊，买音乐，买配音送游戏，你们看。等一下。哎，我少放了是不是？我是不是少放料了？错了，我还是会给钱哦。骗小孩，哈哈哈！这个怎么没薯条？来不及喽，最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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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收钱喽，拜拜。
好，最后一个来卷起来，哦，卷起来给老板吃。哎，他都不会有起床气，也很厉害哦。你不让他收起来，他就一直维持这个动作，因为他是 AI 老板。难道说包饼？没有，除非靠得好，否则沙威玛不会好吃。暂时就用这个靠架吧。靠架？你写烤？哦，烘过的吗？类似碳烤鸡排吗？更快的将佩勒加入面冰，两不替代散步。两不替代散步，加入面冰。中东周炳伦，你给我滚出去！中秋烤肉，看到不笑客人的就要这样，不是？因为我话术灵敏度，现在把它调到最高。被这个老板感染，我讲话都有腔调了。烙山东不是烙中东的口音。有没有人玩到最后才发现钱全部没拿？直接做一天白工有没有？那什么叫做整天白工呢？美国总统。哎呦，这个你要来包的破破烂烂的有没有？然后你要把他对，哎，把他叫住，不要跑！那是乞丐啊，也不是乞丐啦，他是吃霸王餐的啦。到底要浪费几张纸啊？一天忙完了之后，发现地上全是纸，又是你，耶、yeah, ，就是你啊！发现哦，还要我认出他来，不行了，啊，没钱没拿到，开始。我下看看，完了，我完了啊！没问题，完蛋了，我多了一个客制化的选项，是不是？啊，没关系，为了效果，不要去点赞哦。这样会比较赚吗？等一下，我这完了完了，这怎么办？是这样，坏掉了，我的靠哟！这到底怎样？到底要怎样？来，我触发什么东西了？到底怎样？哇，糟糕了！我为了效果，有必要吗？哦，这个颜色才对是吧？红温了，红温了，生了不该生的东西啊！有没有？你看他有钱就生，就是这样。原来是烤盘的，我以为烤盘是这个。好了好了，硬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叫我升级烤盘啊，要先升级烤盘才好玩啊。你应该存钱先升包装纸的，还行吧。不过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先专心的多包几个来。哎呀，升到后面越来越贵是吧？我把它救回来了，差点烤焦啊。还没哦，还可以补烤哦。不过这样子可以强迫自己就是先包好再弄哦。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啊！算了，拜拜，好，拜拜啊！再去，算了。对啦，就是早升级这个可能让你赚钱快很多了。下一个是 Michael Jackson 来了，请问你这个size要怎么样？加。吃完沙威玛后需要消化，所以给顾客提供可乐。这是什么糖尿病的建议啊？可乐可以助消化吗？真的还是假的？我说钱还没拿，算了，阿妈拜拜哦，还好我有注意到，哦，这会帮你存钱。当顾客感到不高兴时，给他们一块巴斯布萨，它能平静他们的神经。巴斯布萨，这是面包吗？海底捞外面的冰淇淋是不是？一种小设备，这个很重要吧？高一下哦，墙壁还可以啊，装潢哦。这个小偷偷欠，他目前在监狱中，但他即将刑满释放。你要，还有这个、哦，这个乞丐从你这里买东西后忘记付钱。不要对他做什么，秩序提醒他。忘记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问题是他还会愿意付钱，就不是乞丐啊。在你习惯一个新的动作之后，加了一个新东西，其实会比较麻烦。像 你还是会习惯的想要去点面皮。哎，我错了，可以再烤吗？有烤好吗？这没烤好哎。哎，没办法，再丢回去烤、哦。我刚差了一点，我没有算好那个时间啊，这也是蛮不合理的。哎呦，你卷了一些，你还是可以再继续包哦。拜拜，啊，没拿到，该死，他刚丢出钱，然后没机会拿了。那我说哈，我怎么刚来到店里就直接给我、啊？好，最后一个 ，OK， 哦，拿到了。当顾客感到不高兴时，这个现在暂时还不要，因为我很少惹顾客生气。他能平静他们的神经。在菜单上新增一个菜品，这增加难度的。我说啊，赚钱啊，这个啊，钱还没丢出来啊。聊天室七起来，别忘记点赞。哎、啊！哇，这个，不是，这个，
我一直没注意到他。哎呦，哎呦，想干嘛啊？摸不到钱是吧？哦，现在有小偷了，各位。哎呀哎呀哎！哎呦哎呦，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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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是为什么为了这一块钱打这个小……拜拜。睁大眼睛，如果你看到小偷，给他一顿好大。好大，你好大！警报检测到小偷，你可以一击将他击倒。击倒。停止手工包装三明治。哎，这个很棒，对不对？让这台设备来帮你。这感觉蛮好的哦，加一下难度好了，来做点效果嘛。惨叫要来了！哦哦，还好是点而已，不用拖过去再要。喵！喵！你给我的叫叫 ！Oh no！ 我错了，我错了。哦，哎呀，天哪！啊！钱没拿到，结果反而没有赚比较多，所以真的不该加戏水，你还要分工合作。派你的工人去培训，这样他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哦、便会自动填。什么？他是工人吗？为什么看起来明明就是老板？那个是房东，对不对？房东做兴趣的啦。十八、十七世纪的当代文学会嘲笑土耳其人，上面是红色的盖子，配上笔折制服，像玻璃瓶一样。连这个都有歧视文。饮料杯还没出来就按饮料，也是很厉害啊！你去死！我好多钱哦！哎呀，我发现等他钱喷出来的时候，一次点钱是最快的。你的渣树挑鸡渣兔豆花费太长时间了吗？不会后悔的，你们会后悔的。哦，减五秒，都保持在不满三个客人是最有效率的。60秒鬼转吉他，再鬼转沙威玛，我的直播就是这么要素过多。哎，还要点第二杯才有啊 ！Oh no！ 啊，收钱吧，算了。啊！什么声音？什么？我让乞丐跑了。哦，哎，我真的没认出来，哎，哇，亏爆了！我还看聊天室，哇，这一波最翻车啊，赚不到200块。The day is over, Elia ha terminado。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手速，手速，哎，所谓的钱，哎，没点到，不是吧，哎，哎呦，哇塞，还有 combo， 不对啊，我包错肉，为什么他给我少钱？他根本还没吃，哎，你还要包过才能给老板吃哦。好了，难得啊，他吃了第一个哦，解锁成就了。哎，错了，没关系，哎呦，还是有，哦，好，不错。这个小偷还好，我暂时还没有失手过。我是不是在立 flag？ 是不是我下一次就要失手了？忙中有错，对不对？服务业嘛，还是有93%，其实不错哎。我只不过是少加了一个东西，这个吧。培训喽，真老板。有，我们现在有超级，看一下。已经搞定了，我、哦、搞定喽。实弹兵是不是啊？跟拍电影一样啊！苏丹禁卫军退伍，土耳其火枪兵是不是？土耳其火枪兵的原文啊，叫什么 ？Janissar 啊，是吧？其实是苏丹禁卫军哦。对，他真的以前是土耳其火枪兵啊。伙食兵做到五星上将是吧？哎，完全没包啊、请你吃乞丐啊、零，还是不行啊！这种各一杯的还不是最烦的。最烦的是要两杯一样的哦，两杯可乐那还要在右边，那个顺位都在后面的啊。好了，最后一个，哎，哇塞，我被他吃两次霸王餐，打烊强制不收钱，这么佛心的店哪里找啊？哎，真的忍不住会一直下去呢，糟糕了，我真的要找三台了。哦，哎，口坏，哎，没东西偷了，他没东西偷。哎，我觉得他这个装扮比较像铺路狂吧，你们不觉得吗？为什么你们都要可乐啦？哦，这个就最麻烦，你知道吗？全都要可乐。这个法式炸薯条，和沙威玛一起吃非常美味、哦。里面不是都已经包了薯条吗？天哪，这才要这样哦，热量炸弹哦。哦，满了。呜呜呼！啊，我还不饿，马上来。哦，边吃边工作，你看超厉害的。最后一个，好、哦、要打烊了啊、
糟糕，我拿不到钱，好，免费给你啦。我直接吐到他嘴里面，插到他鼻孔里面去了。好，我们升级了一个很棒的烤架，挂用于快速工作，他靠沙威玛兵直接扔给你。哦，最高级可以直接丢给你啊，不过现在不会交了。如果没烤盘，否则我会烤焦。哎哎哎，失手。哦，不会，现在不会焦了嘛？哎，奇怪，这只能烤两个是吗？卡 bug 了吗？这个只能放两个嘞。左上角有一条。哦，你说这个？天空有一个漂浮的沙威玛。高杯是什么东西啊？哎，这 bug 啦，我刚刚有一个丢到天上去，然后不见了。漂浮红茶我喝过，但是漂浮沙威玛我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只能放两个是这个原因啊？不行了，救不下来了啦！吃了是要上天是吧？哇塞，乞丐还接着小偷！哎，等等，我忘了啊！这、啊、我应该少赚了不知道有没有100块。哦，都是这个飞天的，害我已经后面有点分心了，你知道吗？在你们讲收钱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了。有啦，现在天上的那个漂浮沙威玛掉下来了啊！呜！现在都要记得收钱了。哎哎，忘了忘了，哎，可恶，那个根本就故意的，他其实根本就讲他乞丐是在侮辱乞丐，好不好？乞丐可以直接说啊，就爱心餐嘛，那个就恶意要吃霸王餐的。他们都喜欢组合技是不是啊？好，老板你吃，老板都吃得下去，免费的最好吃、哦、也有可能是员工福利啊。我刚才在看聊天室，我差点错过他了，我在看聊天室突然看到一个黑影冲过去，经典啦，还生气啊，更小灯羞气是不是，更小灯羞气啊，钱你还是得付了，好像他们没有单纯来买饮料的哦。对，就是一定要沙威玛。虽然很多人会去肯德基买蛋挞，去拿坡里买炸鸡。对了，放松一下，土豆会自己切好并跳进油炸机。哇，你看，哇哇，这个薯条在我的嘴里蹦蹦跳跳的，有生命力啊！他按错了，我不知道算不算按错了。我本来要买切肉机，但是这个也可以啦。哦。他一开始这样，我反而忘记要干嘛，你知道吗？因为你会习惯性的先去切啊。那你的这个我们店里的这个基本的备料都搞好了，哎，完美开局有没有？舒服，没问题，我的荣幸。没东西要补，故意的，看他会怎么讲。我想说会不会有特别对话？这薯条好浪费哦，多了一堆。哇塞，善财童子啊，最后一个哦，来得及吧？好。多少钱？422，超过400块都算多了，对不对？开局切马铃薯的习惯要花好一段时间改，这全身毛了。错了，原来这就是小当家的退休生活。菜会自己飞的绝技，原来他带到中东去了，是吧？奇怪，这个小偷是哪怕被逮到再多次，我也要抢，永远不能放弃偷，是不是？对啊，这个沙威玛好像 size 很大，这是法棍 size 的，你发现吗？最后一份给你，来得及吗？漂亮，好的收尾。OK， 看了睡不着，不看睡不着。445啊，1451不是、啊，无端联想。哇靠，是超多钱的，是超多钱的，算了，还是收一下好了。现在是食指比较痛，465啊，新纪录。哦、要没了，要没了，要没了！拜拜，拜拜，拜拜！要打烊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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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饮料送你喝，送你喝啊！钱没拿，我真的是做慈善的。有发现这小偷有一个功能哎，桌面清理大师啊！所以他是非凡哥吗？啊，又来不及喽啊！做太专心了，做太投入，不然本来可能有470的、哦。那终于可以升级自动切肉了，一个电动切沙威玛。救急不救穷了，要看现在我比较大的问题在哪里。哦，自动切了，然后每次有新东西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干嘛。哦，你来了，啊，真的是你啊，哈哈，桌面清理大师。
哦，随传随到有没有？你看这样子清钱多快，他其实是我们的隐藏员工啦。啊，又是空包蛋，靠，没有料啊！啊，老板喜欢吃包皮啊。嘿，捷足先登 ，combo 越多，客人给的金币机会越大哦。所以还是你的动作还是越连贯越好呢。开挂民族啊，真的是干净又卫生哦。啊，忘了。哎呀，糟糕！我想着 combo， 然后又顾此失彼了。玩的时候都不给乞丐任何东西。但是其实不能这样，因为你要把客人解决掉，你才会有更多赚钱的机会。一个金币没拿到，500块应该有，508哦。Hello， 呜，新纪录。稍微扩展一下你的餐厅。来个4位客人，要不要？呜，难度飙升中，各位，刺激也来了。不要有太多饮料就还好。节奏乱了，比较麻烦。呜，舒服，漂亮，最后一波。哎，为什么你还要来呀？哎，这小偷最还硬要来。我开4个洞，然后实际上多个不到50块，这搞了啦。算了，反正都要升嘛。现在饮料杯有点让我烦。呜，漂亮！这 combo 直接20块啊！玩玩玩玩，因为现在也没什么话好说了，就是使劲的赚钱而已啊。中期可能是最难熬的，作业感比较强。对啊，这游戏也是在体验社畜生活啊。这面蓝色破，好，这样提升价钱应该也可以啊。装潢合理涨价，音乐会越来越豪华是吧？啊，糟糕，钱要没啊！还好我最后记得收钱哦。哇哦，直接640哎，多了100多块哦。没有人跟我是维持一样的姿势，舒服，直接一次解决4个客人。没东西偷啦，白痴，700块。漂亮，如果下一次700块，我就可以直接升这个了。Michael， 最后给 Michael， 这吃霸王餐的去死，2700了呢。下一次赚800基本上不可能。那这样子就这样吧。棒的烤架，挂用于快速工作，它会自己跳起来。哎呦，哦，我要跳跳哦，小偷要来了。哎，我真的随传随到哎。754啊，刚刚那个对于赚钱好像没有太大帮助哎，难道多加个？在菜单上新增一个菜品，榨汁并填充有柔和和套的科比。科比，好，再自虐啦，双重自虐。来，嫌自己不够忙啊，真的。哇，我错了，好悲哦，我错了，我错了。我后悔了，哦天啊，也太多东西了吧，啊，忘了拿钱了，哎呦，真的有很赚吗？我不知道哎，这样值得吗？哎，还是有哎 ，OK， 所以还是值得的呢，就你会更累啊，好，又结束了，算了算了算了，打烊打烊哦，打烊哦，哎，白痴哦，走开，拜拜，巴尔奇，一台非常好的可乐机，非常好。漂亮，至少现在我觉得900应该可以。呜，阿嬷开始生气了。我再教你两句你就说我烦。谢谢桌面清理大师。漂亮。呜，900了。市场上最好的可乐机，按下按钮机。还是要按，我的靠。谢谢收钱机啊，收银台。杯子移动到可乐机旁，刚好2100呢。对对对对对，这个。OK OK， 至少我应该不用再烦饮料了吧？对吧 ？OK OK， 我要的就是这个，还好刚好2100啊。呜，
光是多了这个自动装饮料就天差地。隐藏员工，谢谢。哎，谢谢。该收钱。哇塞，直接一波800块。滴滴，最后的乞丐去死，拜拜。又舔又舔，榨干自己。1079啊，我觉得比起心灵，现在对身体、对于手是比较大的折磨。哎呦呦，差点来不及啊！哇，这一波啊，收回来哦，三才终止。哦，双响炮，好啊，结果没拿到，想说最后那么屌了，该死，我差5块。谢谢，哇，还是这么多啊！天哪，拜拜。1055，因为遇到瓶颈。向面冰中添加佩乐的最快方法，只需一键。一键配料好了，谢谢。哎，连来两次哦，这样一次我反而会漏掉，到底为什么啊？我们全都有按呐、啊，来不及喽，拜拜。1140，忘记收工，八只包裹在三明治周围。这个吧，反正迟早都要升级了嘛。哦，不用，习惯了啦，该死，习惯了。啊，大家早安啦、啊！有没有刚起床啦、啊？这边开始是最枯燥的。OK， 职业倦怠。如果我们拆出这面墙，餐厅就能容纳五位顾客。让我们移出墙上的随机瓷砖。Yeah， 电游升级哦。露西哦。啊，我1400哎。对，早餐沙威玛吃到吐啊。要没了，要没喽，拜拜拜拜，最后一个哦啊。差一点啊，拜拜，收银员，不用你了，我来了。OK， 最后的吗？来不及了啦，一次而已。看到老板在睡觉，还是好嘲讽，因为可能他是金主啊，他资助我开店啊，我的沙威玛梦啊，一个很。市场上最好的可乐机，哎，看一下吧，不然试试看。薯条，来虐一下薯条，法式炸薯条，开虐开虐，无盐薯条，各位，新的挑战来了。单纯给的还好哦，如果说薯条另外弄的话，那我不行哦。啊，哦，原来薯条是分开的、哦，哇，你靠腰啊，不是直接给的、哦，我错赛啊。抓塞啊抓塞啊啊，被偷了哦，原来薯条是要用那个炸哦，怎么弄啊，等一下拉到左边哦，这样哦，哇，你也靠了哦，天啊，我后悔了，我以为是直接给的，这还要另外抽出来，好烦哦啊，这样并不会赚比较多钱的，这是压倒我棺材最后一根稻草，钱超多的，不是薯条，为什么大家那么爱吃啊？干嘛是好像被沙威玛耽误的薯条店是不是啊？没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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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啊！好，最后一个了，拜拜啊！1278，超烂的，我搞了薯条反而赚更少了，对，因为我刚好2700。市场上无需受冻装。糟糕，每次升级就要玩哎、欸，靠！我是点就好了哦。OK， 那确实是下降了一定的难度啊。哎呦，差点来不及！哇，超多金币，最后一份。我应该是很少直播这么自闭的吧？啊，1453。结果也没有比较好啊，所以我刚才先升了那个薯条，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决定，因为我本来就可以赚1400多。拜拜。
小尾巴，有了你生活美好没烦恼。当我把传奇企鹅之际，诽谤游戏等人赞叹你，如果不及你那就太美，今晚别犯险，否则我会拷贝。论白天还是夜晚，沙威玛的味道让我无动偏僻，但是我看到沙威玛的爱仍是愚弄。沙威玛游戏美味极强啊，晚安曲，晚安曲，宵夜曲啊。啊，四十。还不点个赞吗？准备开始这个手酸的旅程了，各位。上次我存到了4500，那现在可以买这个自动炸马铃薯了。一个快速的有炸鸡，如果面前的盘子空了，它还会自动补充。对，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点了。那这个吧，对吧？好，我们就有新的阶段可以看了啊。OK， 有点久了。有要干嘛吗？好像开场没有要干嘛，它会自己动了啊。我先弄个薯条，对吧？然后该弄的都弄一下。现在会自动填充就差很多了啊、哦！不好意思，我暂时没办法回聊天室，感谢护士长。小离这个过关还要多远呢、啊？地瓜两个沙威玛，两个沙威玛，地瓜沙威玛，两个薯条。哎，没有，哎，小偷来得好快。好。哎呦，等一下，有错吗？对，我有时候一开始他饼还没出来，然后我按薯条他就没抓到，我有时候会错在这个地方啊。差点！哦天哪、啊！哇塞，这一波差点被他偷了一个大的。小偷是不是有变快啊？等一下。哎，连两个小偷怎样？哦，长得很像，但是不同人是吧？哦，最后一个。OK。不好意思，完全没办法看你们讲话，别忘记点个赞哦。1713还可以吧？有时候有移过去，但是没有点到，是比较烦的。对啊，有点偏差哦。好吧，这波，哦算了，哦差不多了吧，可以升级薯条了。即发誓炸薯条，核子弹出来，装满后核子弹，就像魔法一样。薯条核子弹，薯条。好，三明治力加一点是流汤浆，会更美味。科技与狠活，要不要为了效果加个石榴糖浆吗？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哎、欸，会自虐吗？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石榴糖浆又是什么鬼？好、啊，没关系，我就试试看吧。哦，不行哦 ，What the fuck？ 重来。看我这样子还不点个赞吗？啊，我又忘了，我又忘了，我看现在多一个步骤了，各位。这样吗？我靠，这么慢啊！完蛋了，这直接拖累花两倍的时间啊！吉尼。这几酱为什么那么像扑鸡趴、啊？扑鸡趴的声音，自动收钱倒还好了。有没有看到赚的钱反而少了？当顾客感到不高兴时，给他们一块巴斯布萨。这个、哦，他能平静他们。好吧，这个强人，你想要多少块巴斯布萨？撒？哎，哦，这要自己买哦。要自己另外买啊！到检测，当然，你想要多少？五个，这类似小蛋糕还是什么的吗？啊，我又忘了，糖浆啊，我可以先挤啦，可以先挤啦。按错了啊！我怎么会给他那个东西啊？点客人，可是我本来是要叫住他，所以我还不能提早叫住他。这什么烂东西啊！
哦，有有有，给他吃，给他吃，给他吃。哎，还是只有1500啊。好吧，那现在可以升级了。在三明之中加糖浆的简单方法，只需按压瓶子，它就会完成工作。按就好了。好，在三明之中加糖浆，按一下就好了，这样就容易多了。刚刚我应该效率会快很多。桌面清理大师。我每次都给乞丐那个临走之前送他一块，我真的做慈善，你们发现吗？好，这个自从顶一下就可以了，我直接赚到1929啊！我都在免费送面包，你知道吗？我还不饿，请你们吃，不要给乞丐餐点不行吗？没有，毕竟给了他，我还是抓得到。单身这么久，原来就为了这个游戏吗 ？OK， 好。监测到小偷，你可好？3100呀、啊！忘记现金和小偷。当顾客付费时，硬币会自动收集。那再玩一轮应该就有机会，只要我不失手的话。哎，我又在送蛋糕了。好，现在没了哈，不好意思。哎，我按一下就好了。为您服务。你在加酱的时候就可以趁机点它一下加，这个就不会浪费时间了。时间管理大师啊，这个游戏。这样就比较不理想，因为我浪费到了，浪费到空间了啊。你尽量不要让客人满出来，这样你的那个客源才会最大化。谢谢斗内，最后一个了啊！好，收工了，收工了，收工了，不做了，拜拜。为什么每次黄瓜要点两下薯条？因为他那个饼皮跳出来，我先点薯条，他没有点到，所以我要再补点一次，你知道吗？就其实是因为我快了一点。好，忘记现金和小偷。当顾客付费时，硬币会自动收集。忘记现金，因为我只剩客制化跟装潢啊，我已经全自动了，各位。我靠！哎，玩什么游戏都自虐的我，原来我要玩这个吗？哇，我已经隔很久才有失误呢。好，等一下，最后这3个我居然一次弄完了哦，就你点客制化反而你赚更满。如果我们拆出这面墙，餐厅就能容纳5位顾客。好了，5位客人了，各位。当然。哎，为什么变贵啊？等一下，这巴斯布萨怎么坐地起价？当然，而不是一个5-7块吗？哇，你的餐厅很正极，并且可以容纳5位顾客。很正极，正极极，洒扫庭除要内外正极。距离变了啊、哦。我觉得我又在请人家吃蛋糕了，我在慈善家嘞，啊，和气生财啊！你要先锁定容易处理的啊。这种距离最远的超讨厌的啊！巴布萨，巴布萨，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啊，蛋糕，蛋糕，是不是500？我现在眼角余光看到，是不是500？真的，谢谢，感谢。我眼角看到一个橘光，我就发现是不是来了。谢谢。收钱就不会忽略，是不是？哦，又在做慈善哦。哎呀，到底是多爱请吃蛋糕啦。因为我要先抓他，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多按。哦，他气死了，对不起，最左边那个，我就会忽略他，你知道吗？啊！不要生气，不要啊！请你吃蛋糕了，好不好？哦，免费的最好吃啦，对不对？免费的最香啦，对不对？然后破2000了，各位，所以5个客人，我现在还应付得来，凑到快50000再点客制化，可能还比较好。哦，25000哦，那还好啦。小偷都死了哈、哦，我们现在直接连通警局啊！客制化增幅很多、哦，会员自杀为吗？你直接给正常以量取胜哦。我选了这个之后，我变成我要刻意按照顺序去记客人了吧？就变成说你只能看客人做了，升级就不能预制饼了。不然我们先存到10000块吧，好不好？要兼顾效果。
阿忠啊，忘了啊，左右两侧的最容易忽略掉，红石榴酱不用补哎，这个石榴酱永远都用不完，你没有发现吗？原来最强的是这个，哎啊，没有赚到这个。你们在玩的当下绝对没办法说最左边最右边的那一位，真的没办法。你们在玩的当下真的会忽略掉。这防盗器不会抓乞丐也是，难怪你看服务业啊，那些很忙的店员的脸色都不是很好，哈哈，他没办法顾了，有没有？忙成这样，表情管理怎么弄？我完全没办法看你们讲什么了，所以。我请他吃蛋糕了，这么好心的店不点个赞吗？我又请他吃蛋糕。有人说开客制化，但是全家还是比较赚，真的还假的、啊？提高沙威玛，好了，900赞了，最后冲到1000赞好不好？试试看吧。自虐开始，各位来了，要来力，要来力。应该不会不加肉吧？我在赌哎、欸。我的荣幸。反正应该。不能先做啊，怎么办？应该会有全吃的吧？哦，有全吃的。啊？到底怎样？啊？结果现在全都要，搞得我有点意外。我靠，这个麻烦了。那不然我先做正常的吧？啊，完蛋了，忘了。啊哈哈哈！什么东西啊？啊，怎么办？不要这样是他啊，错了，还是全给会怎样啊？这样生意不用做了，各位，这样生意不用做了。纠结在你一个客人，我生意不用做了。我天哪，好讨厌哦。好，再给你个巴布斯卡，他吃两个，我天。来这骗吃骗喝的，是不是？对，我就喜欢正常的。啊，又忘了哦！天哪，我送给乞丐三次钱了。啊！算了，拜拜，好，半买半相送啊。啊！我直接少赚500块哎，全都只给肉策略。三名直接个。算了啦，都这样子了，就不要了啦。来啦来啦，自虐到底啦，这还不点吗？不要酱跟薯条的哦，这两个都是。那好像同样出现的几率会蛮高的哎、欸，这个好，哎、欸，错了，我拿错个了，我的嘎，你干嘛？哎呦，你好烦，超级糟了，哎、欸，还是有1900啊。我刚刚是想说要不要根据答案出题啊？啊，这他的，哎、欸，等一下，哎、欸，我有错吗？不是不要青椒吗？哦、我拿错了是吗？哦，好烦哦，我做了错饭。最可怕的是怕拿错啊，明明你做对但是你拿错了，有没有？哎，不是吧，我要拿正常的哦，烦你、欸、没说了，随便啦，拜拜，不做了，我不干了。2406啊，确实是有感提升啦、哦、啊，那吃免费的，来不及了，完，2600啊，新高了，在三轮就结束了，各位。什么乞丐？有够有钱还乞丐？啊，你又靠背啊，你又靠背，和你假赛哦。这家店要被投诉了，退步了、哦，干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啊，不喜欢吃菜是吧？好，2620哎，是新高了吗？即将迎来最后的沙威玛传奇了，各位。感谢各位陪我到现在，还好啦，比我想象中的快啦，因为我以为要50000块，你知道吗？本来以为要50000块。没问题，
啊，这错了。您搞定。错的话还不如做正常的啊。我的荣幸。啊。任何多余的三明治，我都可以吃掉。需要什么，随时说。为您服务。马上来，我的荣幸。没问题，当然。按错。为您服务。需要什么随时说。您搞定了，没问题，马上来，为您服务。您搞定了，需要什么随时说。当然，为您服务，马上来。您搞定了，需要什么随时说。没问题，马上来。任何多余的三明治，我都可以吃掉。当然，为您服务。我的荣幸，需要什么随时说，马上来。没问题，为您服务。阿忠，阿忠，可恶！我本来100%的正确率呢？哇！好，最后收尾很漂亮啊。
谢谢于君臣，好，2708哦，谢谢各位，而且我这一局没有错误，对不对？非常小心啊，100%的正确率啊 ，Yeah， 你是上位吗，传奇？最后一个2700分了，花了103天呐、啊，算快了吗？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已经算是玩那么多游戏都苦手啊，什么动作游戏那么自虐啊，好像这个游戏我手速适应还蛮快的啊，确实是上瘾啊，会让你玩到破台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欸、你们觉得我需要剪精华吗？不要。